由家燕姐、德德、许文轩和徐文浩主持，火拍两位玄学大师李成泽和麦玲玲的全新节目《2024风山水起》将会在明晚10:30隆重播出。成成师傅会亲自落区同大家行大运，玲玲师傅就为大家指点迷津。想在嚟紧龙年增强运势、趋吉避凶，当然要请教埋家燕姐。今次嘅节目主要咧系关于一啲玄学上嘅嘢。新嘅一年开始咧，大家都想知道今年我嗰个运程系点咧？点样可以逢凶化吉咧？点可以行好运咧？咁啊，今年好开心啦，可以同啊成成师傅、玲玲师傅，仲有我哋依个三位主持， yeah！ 哇！佢哋贵唔贵？佢哋同我拍档，我真系非常之开心。